好，在陈雪玉逃案之后，突然之间所有的焦点放在他沉迷于赌博的这个地方，亮哥怎么看？沉迷赌博欠到5亿啊，那没有被黑道处理啊，还可以去逛夜市，难以想象，难以想象啊。那除非是有重要人物帮他背书，所以那个钱可以继续欠着，不然这个完全不符合逻辑啦。事实上，大家要问的是，为什么南检都抓不到？难道他知名度那么低吗？他又不是以前陈局那个助理赵家宝，对不对？赵家宝逃了好几年呐、那大家都不认识他。陈启玉很多人都认识，竟然吃路边摊还没认出来。对呀、我真的怀疑南检。查气专刊的照片不一样。我跟你讲啊。我真的严重怀疑南检是用什么力度在抓他了。对，你那个查缉专报是不是登了网路之后就结束了？你有去通知各地的检警察吗？指令有下去吗？等等吗？对不对？而且赖清德还在中常会在那边苦劝他投案。对，那南检都没有因为这样做动作。而且有一度传出他逃亡，那南检就是说他在国内啊，因为他们行文到外交部说没有出境记录，可是接下来就石沉大海了、我们也没有看到他有透过刑事警察局去查一下菲律宾啊，因为台湾跟菲律宾的警方常常合作，我们跟那个有一些国家啊是常常合作的啦，因为我们是毒品转运中心嘛，跟菲律宾一样。所以国际是很重视的，你这个案子显然就没有比照办理嘛。所以我觉得，其实我昨天寄给那个国民党检察官出身那个吴宗宪委员他的资料了。吴宗宪第一句就咬定说，这个摆明就是串证嘛。对呀，24天呢。那我跟你讲，他为什么要投案？我认为这个串证还包括另外一个部分。就是你有些东西不要讲啊，那我可以保你其他地方平安。所以现在就是全部就是欠赌债所导致。我跟你讲哦，这种事情，我第一个联想啦，就是他跟他老婆办假离婚嘛，那理由是有小三嘛，对不对？那他是不是有把一些财产转到老婆的账户了？这个要不要追究？对。搞不好他不查。那第二个，他的儿子，他儿子在光电厂商上班啊，要不要追究他儿子？搞不好他谈的谈判就在谈这个、我那个前妻，你不要追究他的钱啊，我的儿子的罪责你不要追究啊，那就算我，就算我。那交换条件是什么？你不要咬别人哦，到你为止啊。对，因为目前他这个案子有5个人。4个人已经羁押了，只剩下他一个。发展到现在就是这个感觉、就只有他嘛。对。所以他就可能就是到此为止。那我们接下来就要靠谢龙介爆料了，这样。因为谢龙介说还有上面的人啊。所以我觉得他为什么要投案？如果抓不到，他干嘛投案？所以唯一的投案的诱因只有这一个，就是到我为止。对。那你不要去追究。我的儿子啊，前妻啊，还有所有的什么光电弊案集团，还有他的亲戚啦之类的、都没有了。我就是我坦白讲，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人是郭瑞卿啊，那看你要不要办啊。因为那个厂商大概都被抓了啦，那只是说他外溢，还会扯到别的，可能有别的民意代表嘛。那这个本来南检自己会去揣摩啦，就那些就不要碰了啊，听上面的指示。我现在不再讲那一些了，因为那个又不干他的事。对，别的民代被抓干我屁事，他只在乎他自己的利益嘛。就说，到哪里，那有一些钱就到此。这个就是看他案子能够追多大了。那通常我们想到的都是，我其他的钱你不要追，我的钱给别人的，我的亲友的你也不要追。那不要连累到我的直系亲属了，对，通常都是这样嘛。赵文灿也是啊。对，赵文灿其他财产有查吗？
所以亮哥预言一下，这就是最后的结果嘛，哈，就是用他一定被羁押的嘛，啊，对啊，已经被羁押了。是啊，那不结果就是这样啊，就是到他为止。对，过几年之后大家也忘了嘛，啊，然后就不是到过几年了，以毕国媒体的特性，过一个月你就忘了，起诉之后你就忘了啦。哪一国？起诉之后你就忘了。柯文哲那个比较特殊了，因为柯文哲他一审要答辩嘛，对，所以大家会记得啊，所以柯文哲是一审之后你就忘了，一审判刑之后你就会忘了，那陈启玉这个一定有罪的啦，一定有的啊，那我觉得像这种民进党政界的人就是这样，就是到他为止了，而且就到郑文灿就到那个五百万为止。500万，哎，500万就12年了。人家陈其玉都5亿耶。不是啦，我的意思。对啊。不，那个是地方，那个是赌债，那个是赌债。郑文灿的怎么可能只有500万？对。可是他光是500万起诉就12年了。当然到最后不一定是这样判了。对了。可能到这个高等法院的时候，搞不好就变成最低就是7年了。这个有可能了。可是。贪污就是10年以上了，最低就是10年了，对，就是这样。好，所以这就是这个，我在委员很想补一下，但是我还有别的题。很难补啊，我不都忘掉柯文哲啦？对啊，是啊，到现在还找不到柯文哲的这个金流啊，对，对比很强烈。然后用一个准贪污罪的图利罪啊，对对。那陈启玉用背信罪，对，是一般公司才叫背信罪，对。那公营事业怎么会背信罪呢？不管在柯文哲案、陈启玉案，我觉得这家媒体都扮演了蛮重要的角色。而且他如果是只有特别背信罪，罪也不重、啊，不重啊。是啊，因为民间公司啊，干政府什么事儿？对啊，那为什么他台演董事长公营事业，如果换上别人啊，就可能就是贪污罪了。之前大家想到后面的一连串像抓霸掌一样一连串，现在感觉上也没有了嘛，没有了个人的赌债啊，所以这个掏空公款 背信啊，看看等谢龙介爆料，听说谢龙介爆料的人是他的上级姓洪啊。哇，每天擦在脸上的一定要特别谨慎小心，现在起跟我一起放心交给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。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，SGS 检验无重金属、无塑化剂、无雌激素、无 paraben 防腐剂、无色素及无微生物，擦起来安全无负担。它还添加5种 EGF，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、强化皮肤修复、增加肌肤弹性水嫩，轻松抚平皱纹，换回青春自信。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，护肤露、全效精华、精华霜，安心启动冻龄密码。